Good afternoon, 大家各位好，我是邓红律师，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邓红说法。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贵宾，我说的话我们是用英文来采访他。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嘉宾在我们的这个法律节目上，那我把我一个朋友也一个 社会上的领导人介绍过来，那我是非常荣幸的介绍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们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 Brian Dunn。 Brian他在这两年呢是一直在赢11个出庭法案，他是赢了6个就是关于人权法案的一个案子，而且他也是被称为在美国里一个个人权利最出色的一个法官。那他也是在2008年之后被设为美国前100名出庭法官。那你可以看见他是站出来在帮助受害者的一个人，那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在这个法律世界里有一个叫 Yank 对于 Sacramento 城市的这个案子，那当时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批准了，就是他做的判案，就是修改了所有在监狱里所发生虐待性的这个行动。那当时是谁赢了这个案子呢？就是我的朋友 Brian Dunn。多谢你 Brian， 我是非常多谢你邓，我是非常高兴呢来到现场，来到你的节目。那我现在是做我这工作做了26年了，而且我觉得我这26年是一瞬间就过去的，那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呢真是非常的出色。我想让所有听者呢让他们知道 Daniel Deng 和我还有 Li Xi Wang 一起合作过很多年，那在我工作这么多年呢，我们最近是发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警察射击枪案，那这个是我看起来永久以来比较恶劣的一个一个案子。不过当时我们一起合作呢是快速的，比较快速的呢得到了一个结果。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法案呢可以是保证以后不会继续有这些事再次发生。那刚开始我们是有一个一个人呢，他是在一个抽大麻的一个房子里被枪击了，所以我们当时希望是把最好的律师拿出来帮助这些人，帮助他们打官司。所以当时 Brian Dunn 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律师，比较厉害的一个律师。然后当时 Tom 一个人就进来说，哎，我们应该跟 Brian 一起合作，因为他在警察暴力这方面是个非常出色的一个人。那我当时跟他合作之后呢，我就发现为什么人家说 Brian 是这么成功的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听见说这一个中国人呢，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然后他是在一个抽大麻的房子里住，而且他可能是参与了卖大麻的这个现象，所以有很多这个有可能惩罚这个可能性，所以他最重的这个惩罚就是罚25,000美元。那所以我就看我们当时也可能参与很多移民这方面的律师，所以你可以看见 Brian 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 Brian Dunn， 他是他好比是我们的 Johnny Cockle， 那这个 Johnny 就是我们非常出色的一个人。那我是非常期待想跟 Cockman 这一个律师所一起合作。那我们如果是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在就是随便唠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讨论一下。那我现在是要跟 Brian 坐下来讨论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要当律师，为什么你是享受律师的这一个生活，为什么你喜欢帮助大家打这个人权的官司。那你知道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关系，那这个我觉得我是为了李希王还有为你所做的。那你要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吧，就说一说我们当时王先生所发生的这一件案这一个案件。那在中国
在华人区这些地区所发生的事呢，我觉得跟黑人区所发生的事相比来说是比较相似的。那这不是这不只是几年的一个问题，这是在这一百年左右呢一直有这些事发生。这个就是种族歧视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美国政府歧视中国美国华人的一个现象。在1972年左右呢，他们就开始来针对中国移民者，他们是希望中国移民者他们是有更少的人权。那你也知道美国人的思想里是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就是很，就是跟其他的黑人的这个歧视呢都是非常相似的。然后你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状况，在2020年，我们中国这些人区呢，他们也是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那总统他一直把这个新冠病毒呢，管它叫成中国病毒。那当然，我们在美国也是发现了有一个导致性的这个现象而发生。那有些人就是说中国政府他们是导致这个病毒发生的，那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相，不过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想法，就是给我们带过来一个角度，不允许其他人把中国人把美国华人看起来像美国人一样。那一个白人美国人呢，他是可以被当成一个美国人。那我们要看看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要跟中国这个中国人区呢努力工作，努力合作。那我明白你的这个哲学上的一些看法，那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想来这是为什么我要去当这个法律当律师。那我记住呢，当时当律师的时候，我是听到了一句话，律师是可以改变法律的，所以我是想用我的技术还有我的经验来帮助人。我记得在1964年，当时国会还有我们的总统是签了一个社会法律、社会权利的一个法案。那中国人当时受到了好处，不过是黑人当时是导致我们这个人权增加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当时记住，当时我们有一个叫 Henry Lee 一个医生，那他是跟 Johnny Cochran 呢是合作的一个搭档，他在这一个法案上合作过。那我当时是学习了这一个法案，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 Dr. Lee 先生他当时是在帮助 O.J. Simpson， 然后有人就说，为什么你要帮助一个黑人呢？那 Dr. Lee 医生就说，不管是中国美国华人或者是美国黑人，我们都是兄弟，我们的背景都是非常相似的。那我觉得你知道，我们长大的时候呢，我们都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事。那我想问问你，什么样的经历能导致你当一个律师？那我觉得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些决定吧。我出生在1968年，那我长大的时候，我在洛杉矶长大的。当时那你知道，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间，就是跟现在非常不同的。我的家长，我的爸妈，他们在德州大学 Austin 城市见面。然后当然他们是没有允许很多黑人进入到德州的大学。那他们当时是在德州结婚的时候呢，德州还是有一个就是歧视性的现象而发生。然后他们当时在度蜜月的时候呢，就开车到洛杉矶了，然后就觉得洛杉矶更好，所以他们当时就是他们就是合租了一个房子。那为什么要合租一个房子呢？就是因为当时其中一个人呢，他是看不见，他是可以算是盲目的一个人，失明的一个人。那不过当时这个地区并没有欢迎他们。那如果一些人说，好，我住在这一个地区，对吧，我现在的地址是在这块，还有不过一个人更想说的就是，我被这个地区欢迎了，我受到这个地区的欢迎，就是你的这一个地区，你这地区的人呢都是欢迎你、接受你。然后这个对于
对于你的这个人种族呢，还有我的种族呢，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件。特别是作为黑人，我们一直能感觉到种族歧视的伤害。还有你看，我们就是受到警察的这些虐待和对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9岁时候就得知的一个状态。我当时是9岁，我的爸爸他当时开的车叫 Lincoln Continental 的一个车，那他也是一个工程师。那当时我在这个车上坐着，然后不过当时我们的警察就来到我们这块了，然后他们就把一个他们就把手电筒拿出来闪我的脸上。我当时是9岁，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会来犯什么样的罪呢？所以我之后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不过他们当时是揍了我一顿，他们当时把这个枪顶在我的头上。你知道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现象。那现在我知道他所做的是违背了所有警察的规矩，他做的是违法的。这个是在我的记忆上留下了一个纪念，留下了一个痕迹。那你知道我们当时是被逼去教堂，每周六每周日都需要，都被强行要求去去教会。我当时特别不喜欢这一个现象。那不过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牧师 Robert Lawson James Lawson 是然后这个人呢是跟 Martin Luther King 密切合作的一个人。那你知道我当时是没想去教堂，不过当时牧师所说的话呢，他说的就是关于社会上的人权。他们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挣扎，我觉得我们的挣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重要。那他所说的都在我的记忆里，那我现在是可以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现实了。多谢你们。不过我觉得一个律师就是应该把他一生呢来奉献给正义。那我觉得我长大的经历还有跟墨西哥人长大经过的这些经历呢都是非常相似，跟中国人跟韩国人所经历过的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大家受到的这些歧视，有些人可能因为你的长相而奇怪地看着你，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小行动，一方面有些歧视，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小歧视。不过总体来说，他们的影响都是，你知道吗？它是可以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观点，它可以影响你的技术，影响你的做法，它可能让你觉得你是没有资格参与美国追求美国梦想的。那比较好玩的是你的人种你的种族还有我的种族，我们都是帮助建立美国的。那如果中国人没有帮助美国人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发达的这个流动系统。还有如果没有黑人的话，美国也不会有一个发达的棉花系统。所以我们都是有责任当做美国人。有些人他们觉得如果你要是美国人的话，你必须得是白人，那这个不是真的。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懂得这个真理。那我以前我前几年的时候呢，我当记者的那几年，我是有一个机会来 interview 来采访 Johnny Cochran。 那我们当时发现的就是他如果一直在那儿工作，他一直可以在这个律师所工作呢，一直当上这个他们这个地区最高的一个法官。不过他是辞职了，他当时去当了一个帮人辩护的一个律师。那我知道你是去从 Berkeley 毕业的，然后你之后去密歇根大学受到教育，然后在1982年他们就当时然后你就当时呢有个机会可以为张你工作，对吧？对，所以当时呢我是开始上法学院。然后当时
当时我这个法学院呢不是那么出色的一个法学院，不是全美国都知道的。那你说这个律师呢，他当时是在美国不是那么出名的一个律师，不过他是帮助 O.J. Simpson 打这个案子。那我当时也是在其他的一些案子工作过。那我当时想做的就是想保护大家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被人搜身。不过这些非法搜身的这个事件呢，是在大街上发生的。有很多密西根的法律律师呢教我的都是这些是不对的。那当然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这个他们都是非常有知识的，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当律师。所以我当时呢是第一次知道怎么样，你看当时我在学校上所学的就是怎么样来遵守我们的宪法。不过我们说这位律师呢，他是把这些宪法上所说的事呢施加在真实的法案上，特别是在警察虐待人的这一个现象。那所以我是特别喜欢他所做的事，所以我当时是非常容易的就融入他们的这个地区了。那当然有很多案子你就不能让一些审案人呢同意我们的看法，那这个有可能代表你是一个坏的一个律师，那这个真是非常奇怪的。我当时发现的就是这个人呢，他是穿了一个紫色的西服，他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我有人教我的呢，就是我需要保持一个比较谦虚的一个状态。不过他是恰恰相反，他是手上戴了很多戒指，他有很多这些财宝金珠。然后他的这个律师，他的这个衣服呢是紫色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他真是有很多的权力。我当时记住，我看他的时候，我全身有鸡皮疙瘩，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权力，这么多的信仰。然后当时我想的就是，我希望当成他这样一个人，我是想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然后这三年之后呢，就发现的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安静的出门，因为会有很多人呢想要他的签字和签名。那我就记住这个人，原来他是以前跟我合作过的一个人，不过呢他其实一个他的本人呢是比较谦虚的一个人。哦，他也是非常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喜欢我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有一个人他是看见你有一点潜力，看见你的潜力。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我是这么特殊的一个人，我也没觉得我是多么的出色。然后他以前就一直告诉他的妻子，他说 Brian Dunn 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人，他没有告诉我这个，不过他告诉他妻子了。那在2005年我们失去了这一个人。然后之后呢我再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不过我还是觉得我真是希望他可以看见我现在的成就，现在我的权利，我现在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行动。那当时他所说的就是他，我知道你会变成非常伟大的，这个真是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那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死去之后呢，他去世之后，他把他的这个这团火呢，这个火把送在你的手里。那我当时是努力的工作，不过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你是在 Johnny Cochran 的这个律师所工作的。那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Brian 的一件事吧。那当时我有第一个法案的时候，我是跟警察局打官司，然后当时我是有一个会议，要是跟警官去开一个会议，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来，你必须要把你的助理也带回来。然后当时我们到警察所的时候，他们是让我们等着，然后他们也问，哎，还有谁要去跟这个法官见面？
Cocken Law Firm。然后我当时在这个记录上写了我在 Cocken Law， 我在 Cocken 律师所的一个人。然后当时这个警察看我写的律师所，他就觉得哦，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我说对。然后他马上就去把警官拿过来了。然后这个警官就问我，你是不是在 Johnny Cocken 这个律师所工作呢？他说对，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们是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法官这个警官就过来了，警官就把这个他们的领导人带回来了，领导人就把他的上司带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 Cocken 这个律师所他们是非常出名的，警察想跟你合作，所以你们是有个名声。那当然你们知道我们当然是有种族的是一个现象。那在那一个情况下他们知道他们是做错了，当时这个射击枪击案呢是非常错误的，非常糟糕的。当时我们是去纽约想请这个 Lane 先生的儿子让他过来。那如果你知道你做错的话，那你的这个局势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大多数警察呢，大多数的警察都是好人，大多数警察都是好人，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会考虑好人做什么。我们现在的现象就是人家只会因为他们得知坏消息而认识这些人。那当然我是被其他人，那我是出一点名的时候呢，我其实在之后受到很多这个警察的一些电话号码，他们告诉我在哪里观看就是警察虐待的这个事件而发生。那这些人他们是警察，那你知道你原本以为警察局里会有一个大家闭嘴的一个规矩，那不过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更加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一个好警察更加痛恨坏警察。那我们不是说反对警察，我们是反对某一些违背法律的警察，我们是反对破法、违背法律的这个现象。而且有很多警察，他们是非常生气。他们如果看见警察虐待其他人的时候呢，如果看见一个警察杀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愤怒。那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声音的。那我参与了一个会议，一个课堂。那在这个09年，当时有500多个警察，他们都在场。然后我当时呢是接受到其他人站起来给我鼓掌的一个场景，他们都想跟我说话，他们是给我发了很多 email。我最后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那个演讲呢，有很多人是当我的这个见证人。我当时以为呢他们会恨我，不过事实呢是恰恰相反。那你要跟警察打交道的话，你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有人权的。不过警察有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他们也不会让你拿不会让你就是拍下来这个场景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录像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有任何证据。那不过有些人也觉得警察他们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他们需要老是受到训练，他们还是只有需要回家。有些人他们是更偏向想相信警察，就像在这个亚洲人群里有很多人都会说，如果没有这些警察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做出这方面的一些行动呢？哎，不好意思，你是完全正确的 ，Daniel。那我们是现代的一些律师。不过你看看我奶奶说了一句话。你看我奶奶经历过了什么，然后他们的这个祖先经历过什么，所以我们只是做出他们，我们继续做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那对我来说，让我最最烦恼、最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前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我们
有很多，我管它叫一个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组织吧，阻碍，不能管它叫做就是种族歧视，不管这个。不管是谁，不管是白人，不管是印度人，没有人想相信警察是会说谎的。不过对我来说，我一辈子都会看见警察在说谎。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要做什么呢？我当时有一个人，那他是后背中了一枪，你知道吗？他是像 T 型被射到了，意思就是他不是从侧面来射这个人的，他是直接在后面射了这个在人的后背射了一枪。然后当时这个警察说的就是，这个人当时他是在面对我，所以我是射他，我是给他了一枪。不过后来我们验尸的时候发现，你是在背后给他一枪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打这个官司，我们打官司打了两周。然后我当时呢就在这个受害者的妈妈的这个旁边，我一直在那坐着，而且她是一直听了所有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当时我也是做的是非常出色的，不过当时我也跟这些所有的验证法官呢跟他们讨论过，说为什么你没有判这个人的罪。他就说这个警察你肯定是错了，这个人肯定是做错了，因为为什么你要跑呢？你要见警察你为什么要跑呢？对吧？不过我们的法律是你需要做一个就是威胁人生命的一个行动，警察才能掏枪来射击。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些事发生的话，我们有这些不公平的事件发生，我们不能就是我们可能是可以大喊一声，不过第二天我们需要再次起来，再次继续工作。不过我要往后看的话，我看我们这么多年的成就，我发现的就是我们有很多让我烦恼的一些事件，而且有些事件真的是让我感觉非常的失望。然后我感觉的真是，我到底在做什么？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当然不只是为了钱。那没有任何人是希望得到失败的。那不过对于这个死者的妈妈，她是输了两次，第一次她是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第二次她是失去了这个输了这个官司。那我们在这个人权法律上得到最出色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当时我们在50年左右有一些人权侵犯，那我们当时发现的就是50、60年的这个人权侵犯的一些事件。那这些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些事件，因为有很多人都是死去了，很多人都是因为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不过现在我们发现的就是当时做的是正确的。不过当时我们的一个牧师 Lawson， 他去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牧师，他是来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律师所，然后他就跟我说话，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哎，你看起来怎么这么狼狈呢？你看起来真是比较坏哦。”然后这个是90年左右，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过来，我要跟你说几句话。”然后他说的就是：“我们是跟 Martin Luther King 一起，然后我们当时在50年左右。”我当时没有知道，我们没有知道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局势是不公平的。我们知道黑人不能去白人的这些商店，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在一个公共交通车的后面坐，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那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是牧师，我们是信仰的人，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行动，我们要停止坐这些公共交通，我们要去游行和平抗议。那不过历史的记录把我们看起来像我们知道在做什么的一些人，那历史把我们看起来像哦，这些人知道他们要做这些事，要知道他们要做另外一些事。那我们当时执行这些抗议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当时只是相信我们现在这个事件呢是比我们所有人任何一个人呢都更加重要。你需要有一些信仰，这个你要需要相信是我们跟白人是平等的。不过他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看
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些状态呢，你们不知道你们做什么这个状态，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人知道咱们正在执行这些行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当时是在游行，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应该在做什么，不过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梦想。那我们的历史书把我们看起来像我们有一个计划似的，我们都是在脑袋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不过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计划都没有，我们只是有信仰。然后历史就说我们是对的，他是对的。我觉得跟张路易一样，对不对？张路易当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他只知道他要做正确的一些行动。对对，因为他当时看见的就是很多人正在慢慢逐渐死去，有些人很多人都在失去他们的生命，有些人都是被杀。那这个状态呢是非常的恶劣，然后当时呢他是在头上挨了一棒子，他的头是被打破了。那这些人呢，他们是杀人犯，你要看他们的眼睛，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黑色的，他们就是想杀死你的一些人。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人来说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非常痛苦的。那有很多人他们都在想，就是 Daniel 还有其他的你的这些客人呢、就是他们这些人他没有任何工作，所以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你要为他们愤怒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如果犯罪的话，违背法律的话，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所以你我有些人说的就是你我不会在乎他们做的什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咱们只在乎他有人权，我们要遵守他的人权。那当然有些人他们现在在蹲监狱，他们是因为卖大麻而蹲监狱的，不过大麻现在是合法的。那当然他们当时卖大麻的时候大麻是违法的，不过你看看现在这个状态，不过你要把这个方式看成这个是所有人的一些问题。有很多人呢，他们是有很多就是做出错误的一些行动呢，他们被警察杀死了。不过这个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改变的。如果你真正的明白法律的话，你明白生命的话，你就会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那这些人他们不是老年人，他们是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不过我当时我在22岁的时候，我是很傻的。我22岁跟我现在的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现在都不会说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傻。不过如果你是犯罪了 Daniel， 那我们这个系统对不对，那在这个这么疯狂的系统里你会被惩罚，你会被对待，对不对？那这个是非常你是有可能是被判死刑的。那死刑在加州是非常稀有的。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在法庭上说谎了，或者是他是有他是犯罪了，这些如果犯罪的话，他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他是应该在法庭里受到惩罚。如果你要是在大街上把这个人杀死了的话，你会夺走他的以前，他的历史，你会夺走他的未来，所有他有可能做的你都夺走了。那一般人都是觉得这个现象是没问题的，你犯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当时这一个案子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看这个受害人的妈妈，她当时是在我的胳膊里，在我的怀抱里痛哭。那她知道就是，首先她永远都不会再次看见她的儿子了，那第二，杀死她儿子的人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所以这个痛苦，你要是思考一下这一个痛苦，因为有时候呢，我真是会被情绪带走，我是能感觉他，我是能感受他的这些情绪，而且我还是在会回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这些事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邪恶存在，一些
不好的这些情绪在存在，因为当时这个警察他知道他射的这个人他是没有任何武器的，那可能这个警察他是觉得呢，他是被他这个警察他可能是觉得他没有被尊敬，不过他所做的是非常邪恶非常没有人性的一个行动。然后当时他在法院的时候，那他们就是会说啊，我当时是觉得我有自己的生命感到害怕，我是需要回到我的家人，我需要看我的家人。不过他们在大街上的这一个面子呢，他这个形象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新闻的时候，看就是杀死 George Floyd 这一个人呢，这个人，那他的历史上有18个不一样的这个抱怨。十八个不一样的这个暴力抱怨。那我们发现之后呢，事后才发现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多坏的一个历史。有些人是有坏历史，有些人是没有坏历史。那有一些警察呢，他可能是执行自己的工作，他有一些威胁。那这些警察可能是有很多抱怨的现象。那有些情况下呢，一些人他是会在无缘无故的来投诉给来就是抱怨一个警察做什么什么不好。不过抱怨这个人是一件事，那如果通过调查发现这个人的抱怨是有效的，那这个是更大的一件事。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有大多数射击的这些警察，那我是代表过很多人，那有很多被杀死的人都是第一次跟枪有事儿的一些人。那有些警察他也是枪击案呢都是第一次来杀死一个人。那虽然这个警察他可能是有一些训练，不过在那个时刻他是忘记了自己的训练，他是把这个枪拿出来，他可能一直都是一个好人，不过在那个时刻他忘记了所有的这个好的这些想法。那这是为什么你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你要是有一个警察他是被他的情绪带走了，那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势的。一个人他有枪的时候，他没有，他是有可以控制整个局势，他是有完全的这个权利。那有些地区他们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可以告一个警察。那在1988年，我们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法律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呢，他是想告这一个警察局。那有些警察呢也会告他们的警察局。我想问一问警察，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告他们的这个老板呢？那我们什么都会做，我们会就是通过城市机构或者是这个州机构来投诉他们。那在这几年呢，我们是调查出来了一个怎么样打官司的方法。我们都是想下次做得更加好，我们都是想下次做得更加良好。不过我们现在所做的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在这个法庭打官司就是打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过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警察不能被告的话，这个就允许联邦的这个警察一些免疫，就是说他们犯法不会被惩罚。那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免疫呢而没有办法打一个官司。不过有些情况下一个警察他们是没有执行自己的法律，没有执行自己的工作，没有良好的执行自己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个警察这个免疫的这一个现象呢，对于法律有免疫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在这两年会做出改变。那在这种局势下，我知道在一分钟或者30秒呢，就会有一个警察暴力的一个事件。不过 George Floyd 先生呢，他是在8分钟之内，一个8分钟的一个情况下呢，被杀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叫 Goodwin Liu 的一个律师，他说了一句话。
In all likelihood, the only reason Darren Berkeley is not a household name is that he's stealing. 我们发现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叫 Darren 的一个人，他是没有他的名字，没有让所有人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他杀死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录像。你看，五年前、十年前 ，Darren Berkeley 他是被这个一个警察枪毙了。那这个是没有成为一个大的一个事件。那不过 George Floyd 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案子，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录像。那如果没有这一个录像的话，你还能不能打赢这个官司？那这个官司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赢。不过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你我之间，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没有看 George Floyd 的的这个录像，我不能看这个录像。我一直在说这一个录像，因为我不会看这个录像，因为这个录像不会打动我，不会带动我。那在这几年呢？我这几年所发现的就是，如果我没有打这个官司的话，我不需要看这个视频。那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个枪击案。那我们就说说这个 George Floyd， 我们说说这个吧。一般在枪击案之下，唯一活下来的这个见证人就是警察。那到时候这些人呢，就可以说你的这个人呢，他做了很多坏事，可能这个人他可能是有一个刀或者有一个一把枪，那当然这个人他没有任何武器，那他什么都会说。不过这个警察他什么时候都会说，什么事都会说。那不过你可以来反抗他们的这个方法就是，你需要看一看这个尸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这个验尸的这个人呢，他会验尸。那有些情况下这些验尸的人呢，他会支持警察。那不过在 LA 这些地区，他们一般都会给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验尸。因为他们看见很多年轻人他们被送进来，有很就是枪上有很多子弹的这个这子弹眼被子弹射到了。那这个没有代表他是支持谁，只是代表了他们不会撒谎。那当然一个人他是被枪毙了，而且他全身都是有子弹的这个伤痕。那说是这个 Priam 当时他是一个900万的一个官司，这个是在 Long Beach 城市里最大的一个官司。就是有一个五尺三寸的一个女人呢，被枪毙了。然后当时有两个警官在场，然后当时他们俩说的就是这个女人呢，这个女士，她是拿了一把刀，然后在想攻击这两个警察。然后这个女人呢，是受了七个子弹，他们是用枪打他打了七次。那这个七个子弹当中呢，只有两个是致命的。所以他们射他几次之后呢，其实可以停止了。OK。不过呢，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女士呢，是屁股上挨了一枪，然后这个屁股上挨的这个子弹呢，是往上走的。那这个就是代表了，这个女士呢，她是在地上的时候呢，她是想往上走，她是想站起来，而且她挨了一枪。那这个完全不符合刚才两个警察所说的话，就是她拿着一个刀是想她是想捅这两个警察。那当时我们就是在场这些那个审判的这些法员呢，他们都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他们就觉得哎不得劲儿。那当时我们有两个警察，而且有时候呢这两个警察会就互相就是搞破坏。那一个警察呢，他是射了这个女士射了这个七八次，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只是射了这个人射了一次，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听见这个声音，就是射了很多次，叭叭叭，或者是射一次。然后你需要问一下，只开一枪的这个警察说，为什么你只射了一枪？为什么你射完一枪之后你就不射了？因为这个警察说的就是，我射完一枪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并不是没有威胁了性了。不过他射完一次之后，另外一个人他是一直在这个开枪，所以
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让，我们所代表的就是，至少有一个警官，他没有，他觉得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威胁性的。所以，当然在科学上我们有一些证据，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警官、警察所给我们的一些话。所说的一些话，有时候觉得警官所说的话呢是不理智的，他们所说的这个不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你看一个警官，如果你要是给一些警官呢，一些短的一些时间给他们回答，他们可能其实就没事了。不过有时候呢，这些警官他们本来就本性就有点恶劣，那。就是说说这个 Long Beach 这个警官吧，他在当见证人的时候，他在上面就是有两三次都是比较愤怒，而且他看我的眼神就想他想杀我的这个感觉，我当时可以感觉到，你都可以感觉到。那当时这个女士呢，被射死的女士可能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所有的这些在场的这些这个 juror 呢，他们都是能看到这，他们都是能感受到。那当时我们也是要求了很多资金，然后他们不想给我们这个资金。Now in this kind of cases, I know that you know, in 那在这种法案上 ，shooting case, jury,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陪审团呢 ，Why you know in this kind of cases you could achieve?依赖他们都会投靠这个警察，都会支持警察。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你能拿到$900万的这个赔偿呢？是不是这些陪审团他们是比较生这个警察的气呢？那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陪审团他们是生气的话，他们会给你更多的这个资金。所以你要看看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杀死人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任何人杀死人，这个都是一个大事件。那杀死人、杀人，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你需要说一说，因为这一个人没有听你的指挥，因为这个人没有听从你，所以你杀死了这个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是活下来了，那有些情况下这些人是活下来，如果他们活下来的话，这些而且他们有一个视频的话，那这个人会得到一些补偿。那有时候呢，你会看见一些小孩，看见他们的小孩，小孩谁都不会去伤害。那有些情况下，这个陪审团会同情小孩，不过人命是没有办法被代替的。一个人命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拥有最重要的一些事，这个是生命，对不对？大家都是想继续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把一个子弹射出去，你射到了他们的心脏，射到他们的血管，那这个人就死去了。那为什么这个人死去呢？因为他没有符合你的要求，对不对？你说你把这个刀，手上的刀给放下。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有疾病的话，他不会把这个刀放下，他们就会说，哎，你看你看，今天咱们要做什么，咱们要做什么。不过这个警察如果良好的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死去。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些事件呢是非常没有必要的。那当然他们是有些情况做出一些改变来给大家代表一下我们是应该怎么做。那我其实不想就是自己赢这个，只是想赢这个法案，我是想把这些资金呢提供给就是受到损失的这些家人。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把钱送给一个人，我们是要做出一些基本上的改变。那当然有些人会挑战一个警察的记录，或者他以前有没有任何枪击案发生，而且现在我们有黑人生命无价值的这一个行动正在进行。那你觉得现在法官现在所有的这个审判团呢陪审团他是会同情受害者吗？特别是在一个警察暴力警察枪击的一个案子，那有些时候呢我说话会让很多人愤怒的。
那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的经验呢在这方面比任何人甚至都更多。那我是没有生 Jackie Lacey 的一个气，而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是遭到社会的一个改变。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官，那他之前的这个法官呢，他是有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审判警察的一个这个法官。那他现在是受到很多强烈的攻击。不过你要考虑一下 Daniel， 他是法官，对吧？他是地区的法官，而且他的手下呢有上百多个法官，这个律师，而且这些律师呢，他们是需要跟警察合作的。那警察当然是非常强壮的。那他永远都不会作为这个地区警察呢，他永远都不会做到很大的成就，如果他是跟警察作对。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他是有一个姿势，在于政治方面的一些政治游戏的一些问题呢，他是没有在审判一些这么明显的杀人案子。因为如果他是判这些警官给他们判杀人罪的话，他的代价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需要看一看我们这个法律的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不只是我们的地区，这个是所有地区都发生的一些事件。那如果这个地区法院呢，他们是如果是要批准一个审判警察的一个案子给这个警察施加一个杀人罪的话，那他们会有一个很糟糕的后果。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出一些改变，这是奥巴马当时所说的一些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第三者的一个团队，就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团队，他们可以来审判警察杀人的一些案子，而且他们是跟这个 district attorney 法官呢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跟这个地区有任何关系。那跟警察还有这个地区法官呢都没有跟他们有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正义的审判，他们就可以公平的审判这些警察。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警察枪毙案呢都是可以当做一个侵犯人权的一个案子。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在警察这个群体里呢也是有一些互相保证互相负责任的这一个现象。那如果一个警官他看起来是太轻松的对待法律的话，那或者是来审判警察的话，那这个法官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连任，因为说，哎，你怎么能来伤害警察呢？你怎么能给警察判罪呢？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这些联邦的法官呢，他们是要批准一些审判一些就是性侵犯的一些法律，就是如果一个警察他性侵犯了一个犯罪人，那这个警察马上就会去监狱，或者是这些人挨揍了，他们会蹲监狱。那你所说的话，我觉得你给我们很多建议，那你知道这个人权侵犯的是一个问题，那待会儿我们再讨论一下。我觉得你是非常准确的说出来，你要是可以让我们的联邦政府来整理这些法案，我觉得是正确的。那我是认识这一个法官的，我是认识很久了。然后我觉得他是被职责了。那前几天他们是这些抗议人呢是去他的房子，然后他的丈夫就出来拿了一把枪就出来了，把他们吓走。The system, yeah. 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法官没在场的时候，他就遭到了一些职责、一些怨恨。那这是为什么我不想当这个 district attorney， 因为我不会赢的。因为我们需要大规模的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问题不会一夜就被修改的。啊，那我们还剩两分钟左右吧。那我想最后问一下你，问你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是遭到警察虐待、警察暴力的一个人，那你能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能保护你自己个人的一些法律呢？那首先你需要告这些人，你要可以给你打电话，给我打电话。那不过你需要你需要一个知道怎么样打官司的一个人来给你打这个官司。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打输这个官司，我当时就说，哎，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应该做一些改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这个大街上有一个广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什么什么出事了，或者是有这个车祸了，你要给我打电话。那有些人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些人没有。那当然法律这个打官司是最出色、最有效能给他们提供声音的一个方法。那有些情况下，有些人是不想去找律师，因为律师特别贵。那在中国这个群体里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要跟政府打官司，因为他们会打赢的。那在26年之内呢，我从来都没有向我打官司的这个人呢，向他要一个要资金，要费用。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如果是想继续我们想变得成功的话，我们需要赢官司。那当然我们会输一些官司，不过我们大多数的官司都是打赢的。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接受所有的这个案子。当然有些案子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去法庭上被审判，不过我们应该做出一些行动。我们一直都应该做出一些行动。那有些人他们觉得这个警察跟律师他们会互相帮助，他们不会帮助其他人。不过我还是想鼓励大家去投诉或者是去抱怨给一个法官。而且有时候呢，我也是鼓励大家，他们可以去他们的州政府的这个州长来去抱怨。我记得几年前我在 San Gabriel 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他们是做出了一个不好的一些事，就是说对他们这个租房子的人不是那么的良好，因为他们在占他们便宜。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叫警察，然后他们说我不叫警察，因为警察呢都是跟他们一伙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系统，他们是可以收集他们的这个税的一些数据或者信息。那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人他们都在会不相信警察。那我想问的就是，你看见的是什么？我知道你是知道这个答案的，因为你是非常出色的。那你会继续当这个人权法官吗？人权律师吗？还有你觉得真正的律师是不是会改变世界的？作为这个你这样的法官，你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那我觉得上天要给我什么样的安排，我就会跟随这个安排的。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比以前的状态更加良好。我在92年的时候开始工作，然后我觉得现在呢，是我们有很多改变。那我们正义这方面的局势呢，是有非常慢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我们有一天会往后看，看今天。我们觉得以后有些人会看今天，就是说这么多警察他们在杀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这个真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邪恶。那我们要做出改变，这个不是你马上就能做出改变的，你是要慢慢的逐渐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可笑，不过你会有好的时间，你会有坏的时间，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会做出良好的改变。我是非常高兴呢，你是在这一个方面来工作。我想感谢你，我觉得你对我们所有人所做的这些行动，还有对所有受到警察虐待的人呢，做出很多的服务，而且我是非常高兴，非常期待跟你一起合作，在其他的案子跟你合作。多谢你，多谢你兄弟，哎，多谢你，好，拜拜。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我们希望的话，将来有请到更多这方面的民权律师，还有各类的律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些美国的一些法律相关的议题。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红说法节目。